大家的喜欢。但是这次在台北的 Long Stay 里面呢，听说有人因为水土不服变瘦，但是也有人因为吃太好，很喜欢台湾的食物，变胖了。变胖的比较多。自己觉得有变胖的，请举手。看接下来，哇。Sungmin变胖，立旭变胖 ，Henry 我有，还有陈敏还这样，因为刚刚 Henry 就一直不停的头往左边看陈敏，Sungmin 胖最多的是谁？陈敏，你吃什么变胖？你最喜欢吃什么？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每天喝几杯？好几十杯，真的。胖多少？키로수는별로변하진않았는데그사진을찍었을때좀통통하게나와서有刚才 MV 的时候陈明叫你，现在怎么？你也看到是这样子，好可爱，珍珠奶茶好。